今年暑假，香港舞蹈团和近300位儿童团及少年团的小舞者将会带来世一冲冲冲，由香港体育学院全力支持，是舞团首个以运动为主题的大型合家欢音乐舞剧。故事以运动为灵感，用舞蹈的形式演绎运动员夺金背后不屈不挠的奋斗故事，启发小朋友对追求梦想的热情。第一冲冲冲约定你8月18至20日在沙田大会堂和你挥洒汗水闯高峰，快啲嚟买飞啦！